黄子佼呢，今天又被爆料了，曾经性侵一名 K 小姐。当年的 K 小姐呢，只有17岁，受害者竟然在网络上的 po 文3次都被莫名下架。这究竟黄子佼的背后有什么样一股神奇跟奇妙的力量吗？其实黄子佼啊，涉及性侵的这些案件有没有？到目前为止啊，感觉起来真的是像是罗生门一样。对，第一个他到底有没有涉及性侵，对不对？是。那第二个，他性侵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对不对？第三个，现在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是在支持黄子佼？对，这个背后人家隐隐约约有一个很大的势力，好像在帮黄子佼那个什么洗白，对不对？对，让他觉得说这个案子可不可以就这样过去。我们先来讲这个，这个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网红叫做 Zofia， 对不对？对，他现在就接到一个 K 小姐，她也就私信跟他讲说，他在17岁的时候曾经被黄子佼的一张拍照片然后什么方式有没有啊？这个其实性侵的说法都差不多啦，以前演艺圈很多大哥大姐有没有，或者是什么一些导演啊，或者一些制片或干嘛，就跟那个小女生讲说，我今天被给你捧红，对不 对，我要试镜啊，我要干什么，你要让我看一看到底你适不适合，长得漂不漂亮，我要怎么去捧你，对不对？他就借故就说啊，你还帮我搬东西的，就骗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再跟他讲说，我们来拍个什么泳装照啦，拍一个什么私密照之类的东西，对，就这样做啊，慢慢就进入了性侵。那很多女孩子，那个时候不敢讲话，不敢恭维，真正不敢恭维。那个时候哦，我咧找新闻的时候，这款消息听足多呀，啊，可是那个年代啊。就说你被害者要不要出来讲一下，对不对？都不愿意哈。那这几年因为 MeToo 这个风行了起来之后，大家讲说，我女生不能够再为了这件事情隐忍下来嘛，我叫你我懂你嘛，还供出来讨回一个公道啊。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网红跟他讲说，你看，我是黄子佼性侵案件在暗夜下哭泣的未曝光苦主之一呢，他还描述了整个过程之中哦，有没有？这几年来他有多少的问题？他都自己吞下去啊，要不知道要提向告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女爸的这个网红这个 Zofia 有没有？他就觉得说，我竟然有人给他私讯啊，讲啊这么清楚啊，对不对？那我应该要帮他讨公道嘛，所以他就把他的私讯 po 在那个脸书上面，对不对？ po 上去之后，更夸张的是，他只要把这篇全文一 po 上去之后，对，马上就被下架了啊，对不对？下架之后，他连续 po 了几次 ，po 了4次，前面3次一抛就被下，一抛就被下，所以那时候他就很火大。你看，重新上传又被删，对不对？他第4度重贴文章时感叹说：“我心好累呀，对不对？我只是讲这句话而已，可是文章又不见了，怎么办呢？”所以脸书贴文，竟然不知道有不明有一股力量在后面一直检举。你若敢抛就去啊检举，我你抛你就检举，啊检举当然脸书就把你下架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给他一个建议呀。你可以把关键字有没有改掉，不要写的那么清楚，可能故意写错字，甚至怎样，我就叫这个 Rovia 说你再去申请一个新的账号，对不对？你不要用这个 Rovia 这个账号，用其他的，或许这样 po 的话就不会被下架了。这很可怕呢，让受害者不能发声呢。对，那可是你看受害者他 po 的时候，他只是把过程讲出来让大家知道而已，马上就有人检举，对，这个他就很火大啦。那个律师，那个李医生啊，李医生是我好朋友啦，对对吼，女人大律师啊，很敢讲的，对。对啦，一就跟他讲，因为他常常是对女权跟一些儿少的东西进行发声嘛，对不对吼？一路听了就会多啊，讲哈，哪有人泼这个东西，马上被下架，大队是先被逮起，对不对？他就很火大哦，他就开始痛骂黄子佼，对不对？可是他骂了黄子佼的结果是什么？怎么了？你知道吗？他的事务所吼。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对不对？对，竟然被人家去 Google 那个什么网面页面改成什么一楼一凤事务所，是很恶意吧？对啊，一楼一凤事务所，这是什么意思？一楼一凤六层嘛？对啊，香港很多对很多色情行业在卖淫的，对不对？你看他这个，你看 Google 的那个搜寻页面上显示的名字都被恶意更改了，对不对？这虽然他马上就去投诉了哈，下掉了，对不对？就把它改回来了，可是他就觉得说，你看。他是骂黄子佼，他对于这种黄子佼案件整个的批评而已，竟然也被人家这样改成这种恶意恶搞这样，而且更夸张的是，很多人还去下面留负评，你知道吗？留一星负评，就拼命洗，
就表示说，哎，这后面有一个集团，或者是有一个人在带头，就拼命让这些事情哦嘛见不得光这样。对，啊，你今天如果要发生的话，我嘛好你抹后甲捆这样，所以就觉得很夸张。哎，所以你看，引起现在演艺圈里面很多人开始在反弹了哈。对，第一个反弹的是谁？隋唐。对，对不对？隋唐就火大，他就在脸书讲，不论从道德面或法律面来看哈，你如果喜欢看 A 片或低潮。你放在里面，黑波带起，那算是你的个人隐私，对不对？你只要重点在哪里？你只要这个拍摄是合法的嘛，因为色情行业还是有一个产业在嘛，对不对？哈，你只要设法那个拍摄合法啊，演员也知道他心甘情愿去拍这个的话，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他说黄子佼呢，他错就错在哪里？对，他选择一个大型的非法的偷拍论坛呐。哎，这个都是偷拍的，或者是这后面的很多事情，你会感觉到哈毛骨悚然，你知道吗？这叫做儿童性剥削，你知道吗？你除了偷拍之外，这后面的产业链是不是很多未成年被强迫拍这种东西的话，那你是不是牵涉到哎很多就是人口贩卖啊？是，我未来将不再以任何形式参与和黄子佼前辈，他还称他前辈哦，相关的演艺工作啊。就表示说我今天要跟你这个人切割了，对，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叫贾永杰，对不对？贾永杰的告诉我们讲说，哎 ，K 小姐的故事只是什么冰山一角，因为说真的，底下还有更多啊。哎，因为当年在演艺圈这种事情，我一开始不是讲嘛，屡传不鲜呐，对不对？那大家只是不敢把它讲出来，被害人不愿意跳出来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是演艺圈的光环包装之下，侵犯了多少未成年的少女，对不对？你演艺圈的光环，顶着那个光环，对不对？而配你一番涉世未深进来的一些女孩子嘛，对不对？哎，外国这款物件哦，你黄子佼早就被扣起来压力去呀，我怕就打不了。那另外一个演艺人员哦，这个是这个叫林允熙，对不对？对，他演了一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嘛，对不对？哈，他就告诉你说，哎，他是第一个发生的，对不对？他说他不知道他是第一个发生。他直觉只说哈，我听到了这件事情，我义愤填膺，所以我也跟这个代志讲出来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花大钱购买来的未成年受害者的珍藏影片，哎，真正是伤寒的，对不对？他觉得很夸张嘛，对不对？那这个他讲了，发生了之后，哎，他突然间就告诉大家讲说哈。他以后没工作，要麻烦你们支援了。讲这句话很奇怪呢，他当受害者发生而已，为什么怕没工作呢？因为他隐隐约约也知道说，这个背后应该有个势力在里面支撑着黄子佼，帮他洗白这件事情嘛。所以你今天跳出来骂黄子佼，有不？你把黄子佼这事情痛骂一顿之后，哎，搞不好连你头脑都无啊呢，对不对？所以要叫大家麻烦大家支援嘛，不然呢，阿伯你若无头脑做，要安怎？对不对？因为刚才不一样啊，隋唐现在慢慢淡出演艺圈啊，对，对，他的家庭也蛮美满的啊。贾有杰更不用讲嘛，对不对？因到嘛就好呀，对，因到嘛讲好呀嘛，吼，还有还之前发生的哦，包括那个什么杨秀慧啦、郭彦均啦，这些人是不是慢慢都淡出演艺圈？而且他另外还有副业嘛，对不对？那可是林允熙呢？哎，不呢，一刚开始出来而已，他出道他才拍了三四部片而已嘛，对，所以他觉得说，哎，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调工作？可是他还蛮挺的哦，他说调工作也要站出来发声，为什么？因为不希望大众去检讨这些被害人，所以很多人去肉搜说这个 K 小姐是谁是什么东西的话，他用懂嘞这边，那可是大家就出现一个问题啊，黄子佼这个问题，很多人听了之后，哎 ，Kimo 一点就败嘛，包括我们小老百姓哈，听了是不是都很不爽？是。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哎，艺人开炮这么多人，可是你？为什么演艺圈的大哥级人物，跟金马龙啊，没看到几人跳出来谴责呢？哎，要哦。好了，那不管怎么样，其实黄子佼之前涉性侵案有没有获缓起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检方在调查过程之中哈，或许有些人跟他私底下和解，或者有些人他没有出面来告诉他，来告他嘛，对不对？那这个不告不理，我也没有证据，检察官也没有办法无从查起，因为没有被害人呐，对不对？可是检察官呢，检调单位他竟然在他检硬碟里面发生七部未成年少女的私密片哦，对，这个实际内容看起来都不堪入目嘛，对不对哈？所以他才会获缓起诉嘛，他缴库120万，写1200字的悔过书。可是这个对他来讲不痛不痒嘛，对，而且逮几贵啊，贵不啊，顾料。你看他之前不是还想要复出吗？是，如果没有今天这个 K 小姐的事情的话，我看他现在没多久，应该你又可以看到黄子佼又在。
荧光幕前活跃了哈。好，那现在出来之后，好了，那黄子佼之前这件事情有没有？他被反起诉，他也出来道歉嘛，脸书发表说啊，我做错了怎么样的？可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哦，这个叫做资料探检家的一个陈英豪，他用数据分析有没有？嗯，哎，足侪人来支持你啊，1.5万则留言呢，还1366次分享呢，你有看到不？哎，这个是不是很夸张？后来他分析这些东西之后，竟然很多喊话就跟黄子佼加油的哈，都是真人账号，不是假账号。对，他不是去向人家都买说那个公关公司去买假账号来这边按的，不是哦，全部都是真有真人账号哦。对，而且他们分析之后发现说，这些按赞的平均年龄竟然是40岁，啊，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呈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对，更夸张的是接下来你看，这个委任律师又发函给媒体哦，他说，哎，你媒体都乱播。之前说什么他有持有上百部的裸露影片，没有，你这误导这个世青大众啊！你讲这些屁话，啊，对不对？哪里误导？他都跟你讲说，他从2017到2023年，有没有？他虽然去年你看他还为了这件事情崩溃自残住院，哦，对不 对？这个还记得？对啊，大家都还记得嘛，嗯，他出来看，在荧光幕前哭嘛，说他自残嘛，对不对？对，他说没有，那段时间。哎，欸，他不是被人家抖出来说住院后的18天，你还偷拍论坛里面购买未成年少女的不雅影片？对啊，他说没有，他只买7片哦，没有像媒体报道讲的上百片哦，数字错了是吗？哎，对，所以要对媒体发出这个社会就是有责任就对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也是故意在误导大众嘛。你买7片跟买100片有什么差别吗？一样是犯法呀。丢啊！啊，你一次购买，对，而且他是在出院的，你不是博得大家的同情吗？对，出院后的18天，你竟然还去买了不雅影片，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现在用这个媒体要让人家竞争寒蝉效应的话，干有可能。好，那你说7片对不对？对，那我就每天报道，你就买了7片嘛，对不对？我打开怎样，你还是有这个行为啊，对不对？你竟然还要媒体说24小时内发布道歉声明，更正错误，否则将怎么追究责任？更扯的是，好，刚刚我们讲说大哥大、大姐大都没有人出来发声，对不对？对啊，他的师父，就是他现在黄子佼的那个传播公司的那个经纪公司有没有？嗯，他创办的那个大鹏传播有没有？对，欸，竟然还将这个律师声明有没有放在他们的网页粉专里面置顶文章，哎，就是你点进去就第一个就看到这篇文章。到底现在这些人啊，是认为黄子佼做的这些事情不该被谴责，还是你们支持他们的做法？哎，金姐，小燕姐，我真的劝你出来发一下声吧。王品集团旗下的餐厅啊，接连出包了，传出疑似食物中毒。结果呢，卫生局去稽查发现，哎，这个厨房真的是脏乱不堪。但是集团发声明哦，他说可能是呢大楼的水塔跟管线有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峰哥？这攸关到食安问题耶。好，我们在过去来讲的话，你听到王品，你会感觉到是怎么样尊荣的享受，对不对？随时都给你这个90度的一个鞠躬。然后呢，只要你在客诉上面啊讲一个东西，打一个。心等比较低的马上就打电话来关心，然后一直要来送礼物，结果没想到呢，竟然接连的两个大的品牌，他们在西门町呢同一栋大楼里面，竟然发生了疑似食物中毒。那这两个品牌呢，其实都是他们最近主力在狂打的，一个是出瓦，一个是响辣。然后在西门町呢，就发现说，哎，很多人回去吃了东西之后，发现怎么肚子痛，然后呢就有跟店家反映，店家反映的时候，他们有打电话回去，就只说什么啊，我们在换菜单。结果等到新闻出来，大家发现啊，你这个就是疑似食物中毒啊，那你当初怎么不跟我讲？因为如果你跟我讲的话，我就会赶快去做健康检查，赶快去医院，对，然后呢很多人就在抱怨啊，就刷了一星的负评，因为呢他们说他们去吃这个，第一个排了很久，所以呢很多都是全家大小，甚至是带了小小孩，对，你带了小小孩去，然后呢你根本就是不知道这个状况，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呢现在来讲的话，他们也发了重讯，然后重讯的话是推给大楼的水塔，就说大楼的水塔，然后呢他们要重新去看这个水塔，然后还有这个管线。可是大家在做过餐饮业的都知道，你就算大楼的水塔，你这水下来你一定会还有一些过滤逆渗透，你不可能直接这样子用吧。对，所以呢现在来讲这么多人，然后呢总共两家店合起来56例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现在来说的话，大家就要想说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因为宝林的事情发生之后，大家都很害怕，对这个食安的问题不能够
来轻忽。好，那重点来了，很多人都觉得说，第一个王品是大牌子，第二个它是上市上柜，第三个它应该对自己的食材、对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一个把握力。可是台北市卫生局去了之后呢，他公布了照片给大家看，这是一夜厨房。哎，这我唔敢相信啊！对，其实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就是王品你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你的厨房。哎，是这个样子。这两间餐厅尤其难订，订完了之后，你还要在现场后位等一下下，对，再进去，然后呢，享受他们的餐点。结果没想到厨房长这个样子。对，然后呢，卫生局好好的把它查下去后，发现说，第一个，厨房的环境不干净，然后呢，食材没有标示分装日期，因为餐厅是这样，你。中央厨房出来之后呢，你要把它分装，那分装的话，你就要标示日期，不然大家弄在一起之后，我怎么知道哪一批是新的，然后哪一批是旧的，哪一批是要报废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非常严重。再来，冰箱的食材也没有标示日期，部分的食材也没有来源，没有来源。然后是在厨房内找到私人物品，这个是大忌。这一团乱哦。对，这真的一团乱，因为这个是大忌。你进到厨房里面的话，你所有东西都要分门别类。对。然后呢，你不可以有私人的物品，因为我们不会去怀疑说，哎，这个会不会有状况？可是如果就像。保龄的状况一出现的时候，这个责任就很难挥了。所以呢，这个疑似中毒出来之后呢，刷了很多的一个负评。好，初瓦这个西门町呢，其实当初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他们找了谁？初瓦找了这个韩国的五星大厨。那五星大厨他们重点是什么？你看的这个东西，你不是以为它是豆皮吧？其实它是整颗的一个什么泡菜，炖煮之后呢，看这个画面，炖煮之后呢，哎，把你剪。为什么要有这个画面？因为很多的朋友，你看，就是这个一整颗哦，对，炖煮完之后呢，然后起来帮你剪下去。很多的朋友看了韩剧的这个首尔，大概都在讲这样子，对。然后呢，大家讲说啊，这个要飞去首尔，要冲去，然后甚至很多人去买这个红眼班机，是为了吃这个整颗炖煮的泡菜。好，我们当初来讲话引进，就说不用担心，2020年来开始就开始叉吃下去，不用出国，吃下去之后呢，你不用出国，然后呢，你这个非常时尚，甚至呢，他们还有那种加上调酒，所以呢，他们讲一开就红，甚至呢，在台中去年七月的时候，在台中开了一个旗舰店。哇，第一个月营收破千万，破千万是什么概念？所以呢，其实一路红到现在。那现在来讲，好像是因为它的这个水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问题。现在来讲要暂停营业，查清楚。那暂停营业的话，其实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好，再来，享辣是第一个麻辣锅吃到饱的品牌，然后呢，它也是有这么很多新兴的一个调酒，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它已经不是说啊，我只是要去吃东西，然后呢，我要便宜，然后我要吃得饱，它还加上调酒，为什么？因为调酒是酒水钱是最好赚的，所以呢，你看到赚这么饱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财报公布了。王品集团去年营收是223亿元，创了3年的新高，然后现金股利14.94元，这代表什么意思？他去年可以赚到一个股本，人家讲说一亩一子，你要做餐厅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竟然可以赚到这么高的，然后呢，发放这么高的现金股利。嘉芬，你知道吗？他的这个配息率高达多少？多少？89%。他等于说他赚的全部都配给股东，所以呢，他的股价当然就会往上啊。好，那现在来了，大家就想说，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讲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会不会受伤啊？其实一定会受伤，因为呢。他们当初要走资本市场的时候，什么叫资本市场？就是我要上市上柜。上市上柜的话，其实很多辅导的券商还有这个会计师事务所都告诉你说，你要多一点品牌，所以有王品，然后什么还有夏目，你还有各式各样我们讲的义旗啊，这些陶板物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你有很多的品牌，然后呢，你就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客群。你的营收就会冲得非常的高，然后呢，冲非常高之后呢，你的股价又会变得很好，所以呢，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资本市场，都是为了股价。结果呢，你现在这两个赚钱的金鸡母给我搞这一招，所以对他们俩真的是非常的伤。好。为了他们在资本市场里面可以冲出来之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王品过去来讲，它的 APP 推出来累计突破了376万人，它可以说是所有餐厅里面 APP 做的最好的。为什么？你想想看哦，你什么时候会用到他们的 APP？ 其实一般来讲是用超商。为什么？你在便宜的时候你要去买它的很多咖啡，然后呢你要每天去换一杯你才会拿出来用，可是你会每天去吃餐厅吗？比较难。可是呢，他因为他用了很多什么不同的品牌，你可以每天吃的不一样。对，你可以每天吃的，你可以带小朋友去聚餐吃，你可以跟你的闺蜜去喝点小酒的，你就把它弄在一起。而且啊，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是说，一点就是一块，
是，你去消费，然后呢，比如说你消费1000块，然后他折给你30块，30点，那30点就是30块，等同现金。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小资族，我们也想要省点钱嘛。可是太多人弄得很复杂了，很多人是10点算1块，100点算1块，对，那你是给我10000点，你10点算1块，除下来没多少、啊，对，除下来没多少。可是呢，因为他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很多很多的人就会去吃他的东西。他为了推他的这个网品的 APP， 你知道吗？我们曾经是吃他的铁板烧，他只要加入 APP， 然后呢按个赞。送什么？送半只龙虾。哇！所以呢，其实他是砸重本下去，然后呢，把股价也冲了起来，甚至他的子公司也是有用一个中央厨房，但是呢，弄了这么多，其实抵不过一次食物中毒。然后现在来讲的话，有56例的一个通报，这个东西风暴还会持续下去，因为要搞清楚到底是水。还是你其他食材，还是你的工作人员，这没搞清楚之前，我觉得台北市卫生局不会让他继续营业。好，没有错啊，哈，爱急嘛是爱谈啦，但是呢，这个民众老百姓的这个胃哈，肚子的这个食安问题还是要顾的。好，但讲到火锅，对，竹间这个也不能放过啊，对，最近好多人排队要吃的火锅店呢。对，好，我们过去来讲的话，第一时间知道竹间的时候呢，其实是他找了一个综艺大哥来代言，然后呢，非常的 funny， 非常的有趣。可是呢，大家去吃以后发现，第一个他 CP 值很高，对。然后呢，没有多久就发现说他的展店速度，以前呢，他一开始从基隆，然后从台北，在北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特地去一个地方吃。可是呢，他最后来讲的话，他上新轨以后，每个月成立一个新品牌，所以呢，你要去吃这个东西，人家发现说，怎么第一个他也是跟王品一样。为什么他也要走资本市场？所以呢，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新品牌。现在来讲的话，到年底会有14个品牌，然后营收也要不停的、不停的、步步往上拉高。因为还是讲到重点，对，你想想看，你一个锅要赚多少钱，要做多少事情，但是呢，你股价只要拉一根，那就整个起来了。那逐渐他第一个，他从火锅出来之后呢，然后发展其他的品牌。我们台湾人永远不会失败的两个东西啦，第一个火锅他已经做，第二个烤肉。你不觉得我们只要烤肉，对，很爱吃烤肉，各式各样的迎新送旧，跟同事跟闺蜜都有烤肉，所以呢，铜板烤肉、豆腐锅，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汤汤水水，喝点小酒，所以呢，他也把这个地方给跨进去。但是他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说，你看哦，竹间。其实它是不是有点像竹地？对，日本竹地。然后呢，它就是做火锅。它现在来讲的话，它也是怎么样？要进军日本市场，所以呢，它在日本市场，然后呢，在铜锣湾市场来讲的话，它也开了跟海鲜类有关系的这个竹间的酸菜鱼，等于说它用这些方法，然后再反攻这些，反攻到香港，反攻到日本，然后呢，到这些地方之后呢，第一个它可以分散风险，对它这些资本市场来讲的话，你不会只有在台湾，你还是在海外，所以呢，对你的股价也是会有帮助的。好，你看哦，他们现在来讲的话，竹间幸福锅物占营收的70%，然后呢，在台展店计划目标是200间，好，所以呢，其实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量慢慢慢慢的做大。那做大之后呢，其实他现在来讲的话，他的股价大概是1字头，而王品的股价呢是在2字头，所以逐渐就跟着王品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所以呢，他现在来讲的话，过去你知道吗？你去逐渐你换东西的话，非常的特别纸本。哦，那你看王品他那个 APP， 他为了推这个 APP， 他是砸重金在送东西。那现在来讲的话，竹间以前没有这些东西，那现在来讲的话，你想想看，你做到200间，难道你还要每个客人自己拿一个收藏纸本吗？下次来还要带那张纸来啊？然后我说妈妈，我们要换个东西，结果纸本不见了。那你想想看，跟店员在那边挥的时候，大概多少？所以呢，他也是要。整个把这个东西给引进之后呢，其实它会有很多分众的一个消费方式。那现在来讲的话，如果有机会，他们还要做到电商。那这两个东西给弄起来之后，你有 APP， 你有电商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降低很多人力的成本。然后呢，人力的成本降低了，你的毛利率就会变高，毛利率会变高，你的 EPS 就会变高，你的 EPS 变高，你可以配给股东的现金又会更多。如果这样子下来之后呢，其实在我们的餐饮的这些上市上柜公司来讲的话，未来还是有非常好的期待。秘鲁啊，最近出现了一股盗墓潮，好多人都说呢，他挖到了外星人的遗骸。奇怪哈，怎么一瞬间多了这么多具的外星人呢？原来背后藏了走私啊、造假等等的黑幕。天哪，静平哥，外星人竟然现在也成为了新的商机了吗？的确，你要知道，在秘鲁啊，有些地方他会说是
远古时代可能造访过了外星人的这个足迹，比如说纳斯卡线最常被提及的天文学界啊，或者是这个研究 UFO 的这个地方都会提到这个地方。那前一阵子啊，在秘鲁的偏远洞穴也有人就讲说，哎，那是纳斯卡线附近啊，纳斯卡洞穴啊，挖出了这个大概只有三根手指头哦，三根手指头，然后头颅扁扁长长的，对，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看美国的 X 档案那种影集的这种不明飞行物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外星人的遗骸，然后呢会在网络或者是黑市里面，尤其是古文物的这个黑市的市场啊，在那边流通，类似这样的一个造型。他就说啊，这个是这个外星人的遗骸，非人类的遗骸。对，之前有一个这个 UFO 的爱好者，他同时也是记者跟专栏作家，叫 Morrison， 他就出示说，七年前，就2017年，他在秘鲁取得的一个两具非人类的这个遗骸，因为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这个 DNA 是判定没有具有地球人类任何一个基因跟血统的，所以如果不是地球的任何一个生物或是人类的话，那难道是地外文明？就会拿这个来去兜售范例。后来，类似 Morrison 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出现在盗墓的一个叫做李维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他也说他在纳斯卡洞穴运出了200具啊，200具的三根手指头，类似这样的一个长相很奇异的人形遗骸，而且部分已经走失到法国、西班牙甚至俄罗斯都有，而且这一些这个古文物啊，卖到这个黑市啊，所价都不菲啊，这要价非常的这个高，那奇货可居的感觉。但是呢，就被一个爱斯特拉达的考古学家，他是秘鲁官方的一个考古学家，他就踢爆了。他说这一些盗墓贼啊，包括我刚讲的李维拉这些人在内啊，像他就被后来抓到，你根本就是用一些动物颅骨去假装的。那到底这些黑市盗墓的人宣称说有这些疑似抓这个挖到了非人类的外星人的这个遗骸，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外星人来过呢？对啊。根据考古学者啊，他们在这个西伯利亚有一些部分出土的一些甲骨文，我们都知道甲骨以前在中国或是中国的西北方都常常会听到，甚至在壁画里面，山洞的壁画里面都会发现类似这样的一个甲骨文的这个文字或象形文字的一些发现。那在公元前2637年，大概公元前3000年那个上下齁，那曾经他有在里面记载哦，在这个西伯利亚的部分甲骨文的这个他的遗迹里面有提到说，在那一场这个距离公元前2637年，那好几千年以前有一场远古的这个战争。那远古的战争大概提到里面文字去记载，后来他们经过这样子用碳十四定年法，然后再去分析去破译，然后了解说里面大概文字又在讲说，大概有地球人跟地球以外的好地外文明，那你就可以想到是不是外星文明，不知道，就是一个是地球人嘛，人类嘛，一个是地球以外的文明，他要来地球的时候，他那个地球外面的这个地外文明的外星人，他描写的非常相似，跟我们所熟知，我们看过很多电影或者是在文献的记载里面，都是那种瘦瘦长长的，然后手指啊手都很高，然后头也是扁扁长长的，个子很高很瘦，然后长时间又离开了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我们就讲说是他的太空飞船好了，是，然后还会背着一个氧气面罩，戴着一个这个好像头盔一样的东西，然后类似竹笋一样的细细长长，你就是像他的天线嘛，他可能要做一个通联，类似这样的东西，它里面就写在文字上，甲骨文上，对，甚至还提到说当时来自地球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哈，他们的一个这种部队哈，会有先头部队，还会打先锋的一个部队，到达大概今天的这个地球的位置是在印度的北方，以及蒙古大蒙古的一个戈壁大沙漠，大概这两个地方的一个以前的古老时期的两个城市。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今天在印度的古都啊马亨约达马这个地方啊，他曾经发现过一些状况，就是当地留有原子弹，也就是核爆之后它的一个玻璃状的一个晶石，特里蒂尼的物质，就是玻璃结晶状的一个东西，就好像这样子，你们看到像一个玻璃结晶状的东西，它只有在它也是会有感，就后来拿去测，会发现说有一个这个放射性的物质，它的一个痕迹。对，那这种东西只有在核爆之后的一个地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高温核爆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玻璃结晶状的物质。哎，可是古印度并没有这个核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是啊，你不能说现在印度有核武器，然后巴基斯坦也有核武，两边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结晶石，他们两边目前又没有打起来。那所以呢？核爆之后的玻璃石竟然出现在印度的古都，那里面还有记载说，北方当时在来自于这个在俄罗斯今天西伯利亚那一带的这个北方部落的这个居民，还有包括到中国大陆这边北方，那曾经出现过12英尺高，12英尺大概就是36公尺，那几乎是这个10层楼以上的这么高大的红发巨人，他来帮助
古代的在中国那边的这个原住民去抵抗这些来自地球以外的这个外星人的侵略。那这一些红发巨人，十几英尺高、三十几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巨人，他们穿着特制的这个铠甲武器，好像他们有装甲一样，而且选择自己的武器，然后一棒可以把这个外星人瞬间把它打成像肉泥一样，把它砸死。那这些都记载在他这边古文物的当中。他说这样的一个战斗啊，据说持续了好几千年啊，一直到中国出现文字以前，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下来，所以都让大家觉得说，难道以前曾经发生过地球人类跟古文明的一个，在古文明时期曾经发生过地球人类跟外星人之间的战争吗？据说啊，苏美尼板上也有外星人来过的痕迹吗？没错，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样一个以前的甲骨文的部分的内容有记载，就要有赖于这个有考古学家，他在这个尼尼维古的这个遗址当中，十九世纪的时候发掘出不是只有一片的他的一个这个苏美人的这个泥板，他发掘出22000多片，里面记载了很多跟圣经内容相似的故事，而且找到了地外文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外星人，他们造访了这个地球的证据。你看，就是这一位这个考古学家，也是他的一个作家，他1976年的时候曾经发表过这个地球的一篇编年史，有一个作家，然后呢，编年史当中，这本编年史的这个指南书当中，他提到说苏美人的泥板描述了有一个外星的种族被称为阿努纳奇。那阿努纳奇呢，他们来到地球采撷黄金，用来改善当时他们所居住的星球的那个大气。然后所以难道我们人类采撷黄金是从那个时候他们来教我们，帮我们去采撷那个，然后去提供他们的资源？否则你想想看，黄金在远古时代它不是生活必需品，对，它不能拿来吃啊。是，那交易又不像现在我们觉得黄金是贵金属，是很好的这个东西，很好的金银珠宝。你要不要？你当然要，我们都想要，而且每年都会盯着国际的金价是上涨还是这个贬低这样。结果当时，你想想看，几千几万年前，他干嘛？他干嘛要那个啊？那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呢，竟然有一个种族来到了地球，教了这个我们地球人类，而且当时阿努纳奇这一群来自地外文明的外星人来地球采集黄金。他们因为不可能自己下去做，人数有限，而且你地球有那么多的黄金的资源，于是呢，他们决定创造了一种原始的工人，那就是奴役嘛，把这个地球人拿来当奴隶，然后他们称之为他叫什么？叫阿达姆，这样听起来阿达姆听起来好像亚当姆。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的故事？创世者创造物先驱，创造了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对，对不对？男性就叫亚当，女性叫夏娃。然后当时他们这个被奴役的奴隶的族群就叫 Adam，那英文就是 Adamu。翻译起来还真的很像。他们改变了直立猿人的这个基因。你刚刚是外星人去帮助他们吗？而且为什么要挖黄金？除了改善他们大气系统之外，它可以建造他们的电力系统。黄金的那个延展性是非常好，极具延展性的这个贵金属。然后它也是很好的导电的这个导体之一，它可以建造他们电力系统，帮助他们甚至可以制造他们要的飞行器具，比如说太空船。哇，竟然可以拿来建造这种东西！而且科学家相信啊，黄金它也是这个制造太空相关设备的一个材料。那所以难道说，根据这个地球编年史跟22000片的这个苏美人的苏美泥板当中的资料，都可以显示出来，再指向人类曾经是外星人创造出来的奴隶吗？而且不只是这样，我们一直在讲说黄金国出产的地方，南非最有名。对，在旧石器时代，你想想看，大概在公元35000到60000年前这么一个广的时期，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附近，曾经发现过一座存在于16万年前的远古大都会。在那个地方，他们发现有一个开凿的竖井，深达50英尺，大概是150公尺深的地方。你想想看，几万年前，好，就算是存在公元前35000到40000年。那边怎么会有一个深到150公尺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竖井？对，他们哪来的这些设备？对，谁教他们？谁给他们的？而且1973年呢，在土耳其发现了一个超过3000年历史的一个类似一个很诡异的东西，这个石刻，然后这是一个他们模拟出来破解的，这个看起来像钻探机，可是呢，后来再放大去看，感觉中间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个坐着人一样。那这个是有一个这个考古学家，他找到了一个岩石雕刻的物体，很像一个太空船的一个复制品，长24公分，高9公分，宽8公分。然后呢，你看它后面还有一个引擎，1、2、3这样一个引擎，引擎很大，后面还有几个这个排气的这个引擎，而且这个太空人身上好像还穿着压力服，他还是有带这个，感觉上面还有一个防护罩，透明罩。所以你看到
这些东西难道说以前在史前时代曾经有太空人穿着这样的一个太空服装，然后驾驶着这样的一个像太空飞船一样不明飞行物，你造访过地球吗？土耳其曾经有一家电视台在2007年他有一个影片，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就发布了那一段不明飞行物的影片，大概只有85秒钟，但这么短短的却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这个不明飞行物体里面啊它的轮廓，而且你看到现在画面上这个轮廓感觉上还可以透过这个舱门看到有两个人形的一个很奇怪的物体，你要说就是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外星人好了，它好像在舱内去不断的这个移动。土耳其的这个太空研究科学中心，就是它的不明飞行物体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曾经面对外界质疑说啊，这个影片是不是造假？他说哎，没有，没有任何的伪造成分。所以你如果要 P 图或是修改或剪接的话，经过的他们的当时的 UFO 太空科学研究中心的主席汉克顿他鉴定之后，这个没有造假。影片也不是后置修图或 P 图，所以如果这不是造假的话，难不成当时土耳其这一家 NTV 的电视台公布了这个影片，真的是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他说他有多重视台积电就有多重视。前天4月6号呢，他去了一趟台积电的熊本一厂，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就宣布了熊本二厂的位置。这个二厂有多重要？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简明哥，如今能不能够起死回生，就看台积电啦。没错，你说这个画面其实是历史的一面哦。终于盼到岸田文雄出现了哈，是。那这个当然在疫情之后了，岸田文雄先对台湾做祝福嘛，说需要他帮助的地方一定会来这个全力的支持。但这次出席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事情，除了我们这一场好在年底哈就可以这个正式就生产，而且据了解订单已经满载了哈，Toyota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下订单给这个台积电了，那索尼也是要抢单，所以只光日本的订单就已经满了，而且它并不是非常高阶，最高只有12奈米哦，它是28奈米，但他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这是确定了，就是要给了台积电的补助呢，一毛不会少，整个补助方案到3兆日元。但重点是什么地方呢？这是重点，重点是另外一个工厂呢会在今年年底就会动工了，而且是2027年就可以生产。对这数字有没有印象呢？这个台积电在美国 Arizona 现在也是延到比这个日本早去，但是要到2027年才能生产。好，当然这次岸田文雄也跟魏哲嘉有这个聊啊，他希望魏哲嘉能够帮他一个忙，就是这是一个不是只有半导体，而是能够扩大到整个我们说的生态链。而魏哲嘉也很阿萨里跟他说，包在我身上，我的工厂跟你说，2030年60%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上游供应链全部会在日本，打造是一个生态链。好，当然这只是起始，因为事实上日本要的并不是有6奈米、啊，日本要的是3奈米。为什么要3奈米？这也很重要，对不对？重点在这里啊。好，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简单一句话，我们的人体当中呢，其实有分成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记忆，比如说我们学物理方程式，好吧，记起来；化学方程式，好，把它记起来。好，那就算是我睡觉的时候他还记得啊。另外一种就是我拿这个方程式在运算的时候呢，我一个比较短的地方来储存我这个运算的结果，那我可能睡个觉，这个就不用记得了。好，那我们就称之为叫做这个我们说的 NAND flash 哈，这快闪这 NAND flash 是记忆体。那这 NAND flash 呢，就是我们说的，即便你断电之后，你还是记得你所刚背的东西，但是你经过运算出来的东西在这个地方，那你断电之后这就不需要，就是意思说我们要去运算新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已经发展到 HBM 哈，就是更高速的一个运算。好，那当然对于台积电而言，它这除了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逻辑部分。对，那我们刚才讲了，你有一些资料嘛，好记在这边嘛，啊，你有方程式记在里面嘛，那你要怎么来运算出答案呢？好，那你就需要这个逻辑晶片把它运算成答案，然后记到你的这个快闪记忆体里面，这个我们说 DRAM 里面。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脑。那以前我们在做这个，比如说你的笔电啊，你会发现到，哎，你的这个 NAND flash 在一块，然后你的这个 DRAM 在一块，对，然后你的这个逻辑晶片在一块，是分开的，那这个部分它就不是人脑了，所以你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CoWoS 或者说 3DIC 或者是这个小晶片概念。那这部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哎，怎么好像没有日本？对啊，哎，这边是有凯霞日本，但是大中还是在三星跟这个威腾美国。好，那这边呢也没有日本。那日本没有问题，现在台积电来了嘛？如果它真的3奈米做成的话，
那就有三奈米的晶片哦。是。那加上这个日本在这部分啊，有美光会不会已经美光已经投资在日本了？那这边会不会扩大投资呢？好，那就会更扩大它凯霞的这个生产，那表示日本就完成了所谓未来的 AI 智能的拼图。所以这次谈判下一次动作就是要把三奈米的这个技术呢移到这个日本啊，所以我估计这个部分呢应该会成型，而这个当然要牵扯到 money 哈。好，那我回到，当然你要知道到底这些 AI 功能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看下一张，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车祸，但是一旦发生车祸呢，第一个你要叫警察来，要做笔录，然后接着这个保险公司要过来看到底很漫长啊，对，是，对，对，对，所以才有广告嘛，对啊，是请你来帮忙，而且很多的小女孩子其实遇到车祸，她会两手突然，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不用了，你知道呼唤 AEC 好 ，AEC 就出现了。AEC 呢，它会把你的这个，我们现在马路都有这种行车记录器嘛，哈，它把记录器拿出来的时候，没多久变文字出现了。整个肇事过程当中，车祸当中所有的细节部分全都会告诉你答案。好，为什么呢？因为 AEC 它经过大数据，把所有的车祸现场，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撞击的力道也跟你的速度有关系嘛，因为我们要很难去用文字去叙述，但因为它有过去的数字的时候，它就可以知道你精准的知道你的速度是多少，然后你的方向是多少，你撞击力道多少，用文字起来，保险公司可以理赔了。哦，好，这是很神奇的。好，当然这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最期待的是日本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日本最大问题是人越来越老，好，人手越来越不够。对，但是日本还是很多公共建设要去进行。是，这画面非常惊奇了。我们看总共有几部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总共大概有十几台车子、嗯。而且重点第一点，好，他们是24小时工作，不用休息啊。对，第二件事情呢，这车上完全没有人，没有人怎么操控啊？对，第三件事，操控的人可以在这个几百公尺外，哇，远距离，而且人数很少。那为什么会做到这件事情呢？原来他们也是用大数据，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说推土机啊，或者是倒泥土的这个，或者是压马路机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用大数据来把这些操演的细节放进来。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哦，真的完全通通没有人，所以帮泥土倒下去的时候，压土机把它挖压下去，然后整个看到就是一个水坝完成了。哎，以前我会觉得商店才会无人商店，没想到连这个盖水坝也可以无人化。这个还不够厉害，你知道现在研发到什么程度吗？是1000公里外也遥控。那你知道为什么要1000公里外遥控吗？因为他们将来想象的事情是，他们要在月球上面要发展所谓的未来的这个世纪城啊什么之类的工业工程，所以他要遥控。那这个事情已经成型了，就是你可能在1000公里外还是2000公里外就可以遥控一部车子做他该做的事情。哇，这个也很神奇，对，好，这些我们就是 AI 嘛，好，对，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他们强调是工匠，对，好，那些工匠呢，他其实一看到你的东西的气味啊或者样子啊，他大概知道这个状况是如何嘛，好，那但是问题是这怎么去叙述给年轻人呢？好了 ，AI 来帮你忙了，他只要把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把它，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一个新进的工程师，他现在就是处理这个铁道被扭曲变形的状况，他没有经验，他第一件事他不用先去，他要做的事情呢，会先进到一个房间，把 AR 放进去，里面呢就有这些老的工程师呢，他们把过去所有的数据呢，全部就把它放在那个模拟的画面里面，所以这个新进的工程师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些老教，就是一方面看到那个场景，同时会有人跟他说这个动作该怎么做，而这个人其实不是真的人，是机器人 AI 老师傅啊，是的，所以就可以传承这个日本所有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些老师傅的经验，全部可以做出来，就叫做机械学习 AI 铁道运作。那据了解，这个完成之后呢，其实将来还可以运作到所谓的工厂的运作啦，还有甚至我们说这个医院什么部分都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对日本来说，这个都不知道重要，所以他更需要一个三奈米嘛，啊，也在这里嘛，哈。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今天焦点其实是丰田章男哦。丰田章男其实他在这一次的电动车之翼呢，他其实有点失败，后来就必须辞掉总裁嘛，交给了就是
这个我们说 Lexus 的总裁来做，那发展电动车，可他还是坚定认为氢能源才是未来。可是他见识到特斯拉的时候，发现到特斯拉车子不是硬体，它是软体，因为进去的感觉，不论它里面的氛围啊，或者它的 LV 这个已经到 Level 3 Level 4这种状况来看的话，他发现到未来车子绝对是软体赢过硬体。可是你知道日本的工匠精神，就是每一个晶片或者每个工具，你必须达到尽善尽美。对。可是软体不是，软体是一个生态，它是一个想象，你必须有很多的 data。所以呢，这时候他就请了这个之前的谷歌的这个教父过来，薪水不少，一年900万美金啊，比张田的薪资还多200万美金啊，但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日本的企业文化没有办法去跟谷歌的企业融合。那这些事情，而且他们刚刚说，恐怕要到2027年之后才能想象他打造的所谓的汽车界的谷歌。我们知道我们手机都有 Google 嘛，那他也是这个汽车里面都有这个我们说的系统。好，他就要打造成这个汽车的这个系统。好了，那回来一件事情，他就说一句话说，未来影响汽车功能跟性能是应该是先进的半导体，对，至为关键。所以当然这是丰田，也就是投资，后来也投资了这个我们说的 TSMC 嘛，哈。好了，其实他不是只有要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梦想，就是物与物的联网。所以他要打造一个他自己叫 Woman 的一个城市，里面的城市里面全都是人与人之间不用透过语言的交流，他透过大数据，你可以基本上，我讲一件事情就知道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人，他们说开这种所谓的软体驱动的车子，对，这部车子完全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了解你的个性，当你这个方向在一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可能要加速了，他自动已经 ready 了。你能想象那种感觉，或者你想要那种驱动马力的声音，因为电动车没有声音嘛，那个 engine 的声音，它都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来创造出那个氛围。真的是人车一体耶！是的，没错，就是人车一体。Bingo 就是这个，所以他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回来这件事，当然这面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什么困扰呢？就是我们说的，到底未来，因为我们台积电在4月18号下一章，4月18号呢就要来做这个法说了。那对于这个就是的。对于岸田来说，这件事很重要。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美日菲的会议当中已经讨论到，不但日本要起来，而且菲律宾要起来来抵抗中国。那事实上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辉达。你看辉达的业绩现在已经到了198亿你看它原本在这边只有5.4亿美金啊，现在变198亿。而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业绩呢就是稳定的167、157、173、196，但是在去年第四季，辉达业绩正式超车了这个。台电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未来晶片的需求绝对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看到，其实即便来说，这个情况下呢，你会增加了所谓的 AI 的这个晶片的组合将近有20%。可事实上手机的需求没有少，25+7+5，其实也将近40%，表示台积电多了一个生意，这个生意叫 AI。那也就是说呢，因此大家认定说台积电的本益比不能只有20倍，台积电本益比应该要30倍，所以金小摩把它调高到180块美金，是指 ADR， 那换成台币大概要1000多块钱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呢？因为看好的就是 CoWoS 这个功能。我们刚才说，如果没有 CoWoS， 那基本上未来 AI 是不可成型的。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脑筋在想的时候，我还要到另外一边抓记忆，然后我在那边去抓运算，然后我再出来一个答案，再去做动作，不可能，全部要在 CoWoS。所以也就是说呢，以目前来说呢，台积电的产能呢，就影响了全球 AI 的进程。那据了解呢，这次法说会大家关注焦点就是 CoWoS， 所以 CoWoS 概念股最近是涨到不行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事实上你要知道，台积电所要的目的，它不是区区的现在每个月的15000片或者20000片，而也不是现在在今年年底量产的30000多片，而是希望目的是全世界所需要的 CoWoS 都由我台积电来包装。所以你可以要在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新闻内幕、独特观点，厘清事实、破解谜团。我是陈明君，我是李佳明，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